沈委员长，院长好哈。那个自从我们国宾海角七号，还有现在漫改以及那个连续剧《皮子英雄》啊走红以后呢，国内兴起一片知识电视啊、电影了、拍片的风潮嘛哈。对。故宫过去啊都是没有明文规定说要禁止，但是从来都没有开放人家进去里面入宫里面去取景嘛哈。是。不过你们我看到你们故宫日前颁布的说展览场所拍摄摄影片申请作业细致里面哈，国内外的电影只要在一个月前提出申请，经过你们的审查通过都可以入境啊。我想请问院长，这里开放的范围除了展示区以外呢，有没有包括典藏文的仓库，还有修复文物的那一个作业区？修复我们的修复专业区可以，可是我们库房不开放。库房不开放哈、对。我是认为啊，如果开放电影来故宫取景的话，可以提升国际那个我们故宫在国际的知名度。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报纸要报道啊，小说《达文西的密码》哈，开始就是在那个法国的罗浮宫啊，这个美术馆的那个场景哈，故事围绕着那馆内的啊那个秘密啊，小说及电影在全世界大卖，所以呢，罗浮宫的那个参观人数创新高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好好的那个借鉴了哈。对，如果剧情有需要呢，我们也可以适度的开放啊，展示区以外的那个区域啊。谢谢。但是。原则上不能伤害文物，造成任何的伤害嘛。我们会努力，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会我觉得是有点弹性的、对不对？对，有需要的话，只要注意的，我们该注意的，不要伤害我们的文物嘛，对不对？对。还有呢，故宫最近几年来参观人数一直增加了，对，对不对？对，再加上故宫在这个郊区里面呢、我是觉得很多游客自己开车去，因为比较远嘛，开车去啊，如果一到假日的时候，一个那个停车位又找不到啊。所以造成游客很不方便，那故宫有没有扩大停车这个空间的计划？现在我们就是第六期扩建，我们希望啊，在我们的未来的扩建里面，这个停车问题解决。目前呢，在卫勤学校，因为我们在规划文创产业园区，现在暂时开放停车。也有哈。也有。那我是觉得，除了开放那个停车位之外呢，还有这个大众运输的哈，也可以是交。现在也有大众运输到那里吗？目前只有这个就是 bus， 只有公共公共汽车。可以协商一下。那我们还有跟这个美丽华有这个接驳车。尽量的哈，能够未来的这个捷运也在规划中。让大家方便。那不过那要10年以后的事情。对啊。还有呢，你们在报告书42页里面说哈，故宫哈因为品牌授权而取得的签约还有权利金呢，收入是766.8万元了，对不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把你今年99年度的预算打开来看，你们预计啊，今年在权利金的项目要取得5833万元的收入哦，故宫要如何来达成8倍的成长哦？这是你们自己报出来的哦。你知道吗？7000多的，我们那个是7000多，那个是5000多。一样啊，不是你现在哈，今年98年是768000嘛？对。但是你99年度的预算书里面呢、你们说要这个收入要取得5833万哦，加8倍哦，这个你知道吗？它这个结合的是有没有几种授权？一个是这个影像授权，一个是图片授权，一个是这个我们的品牌授权，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出版。那你今年的你那个去年的98年的没有这些吗？那个是基金里面我们会文创品销售里面有20%是进到这个基金。不，院长。你们里面写的一样啊，98年品牌授权取得的签约金和权利金，99年也是这样的科目哦。没有，它里面有故宫精华的这个权利金，以及这个我们萧褐色代办业务的营收，我们萧褐色营收像今年是5.5亿啊，5000多，那我们就可以拿5000多万，会也是在里面，那今年的98年没有在里面啊？还没有，因为那个因为今年我是了解。我是觉得说啊，你故宫怎么那么棒啊，一下可以成长8倍啊，原来是这些啊，没关系，要把账目要弄清。